是这张专辑的 CEO。 我刚刚看到一个很惊讶的画面，是他是出品人。对呀、啊，天哪、啊，你现在知道了，陈哥，陈哥，你都照顾我，台湾的品尝。哎呦，来，然后顺便盘点一下，想要顺便教大家一下语言，土进甘来，旺旺来。这个为什么旺旺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翁来。翁来，对，这个台语叫翁来，先教一下语哈、哦，这个叫做call归，这个叫做干，哎，你注意一下，我骂脏话哦，干什么？这个叫做干甲，翁来，考进干来，翁来，考进干来，翁来，没错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们在笑？我现在要再加码考考你，你刚刚只有背了，抠龟甘蔗，哎，翁翁来，娟姐刚是没蕊到，但是你要考的是今天的主人，不是我，因为你是小老师啊。好，我是小。抠龟甘蔗翁来，抠龟抠，哎呀，抠龟甘蔗。哎，我今天是不是遇到假的台湾人了？我是真的啦，别信他，抠龟抠抠。Call me.大家好，我是魏婷，我今日发行我的新专辑，希望大家会当多多支持，绿钱，你应该为魏晨吃苦瓜啊，你自己吃凤梨，是不是？这才同甘共苦啊！对，哈，摄影镜头，对。不好意思，这个之前鬼鬼录节目头撞到了，他头真的撞到，不好意思，还没有完全康复就来支持我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